强的气息。皇叔，你可来了，太好了。喂，你和这个臭丫头什么关系？死人不需要知道太多。好舒服啊。皇叔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还好意思质疑本王？你昨日逃跑被人追杀，可是本王救了你的小命。白潇潇，本王向来不强迫任何人。哦，那敢问之前是哪位强迫我吻他的？若你不愿与本王双修，那本王就给你指三条明路：挖眼、剁手还是婉心，选吧。皇叔啊，我怎么会不愿意呢？你这么好看，我肯定会尽心尽力服侍你的。起床吧，本王送你回将军府。嗯嗯，皇叔这不是害羞了吧？感谢皇叔，就送到这里吧。白潇潇，有些话本王只说一次，你在将军府给本王安分守己些。什么？强迫别人双休不说，这种霸总一样的台词是闹哪样？怎么，有意见？没有没有，当然没有，我超安分守己的，从来不和野男人多说一句话。白姑娘。嗯，谁在叫我？白姑娘，我家公子请你到客栈一叙。你家主人？看我眼色，看我眼色，快假装不认识我呀。凤毅然，这是哪个野男人敢找上门？这是他新勾搭上的野男人。为什么偏偏是现在？毅然，你来得太不是时候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安分守己呀。解释一下。没有了，毅然是我朋友了，之前和你说过的那个呀。罢了，与我无关，我先走了。和你的表情看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这个力度可以吗？嗯。今天看来你的脉象已经好很多了。自然都是潇潇姑娘的功劳。过奖过奖。半月后的游园灯会，在下想邀姑娘一同前往，不知姑娘可否赏光？游园灯会， 好啊。美男穿衣太养眼了。游园灯会，哎，还不知道是什么就答应了，果然是色令智昏啊。小姐是在想游园灯会吗？那可是男女之间携手游园赏灯、互表心意的日子呀。不过跟小姐你没什么关系了，因为没有谁会邀请你去呀。冒犯的这么明显，是想死吗？凤先生。潇潇姑娘。不行不行，我的审美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决定了，我要加快减肥计划的进展。小姐这是在做什么呀？不知道啊，好像是在练什么功，不过看起来比较像走火入魔。为了美男我拼了。也不知道这个药效果如何，姑且试试吧。Thank you.